燕子失恋，是刚看完一部自己喜欢的电视剧或电影后，感觉自己内心很空虚、很失落，会长时间陷入一种低迷情绪中。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代入感太强，甚至把自己作为其中的某一个人物，导致自己很难走出来。这种表现就叫做燕子失恋。苍兰诀大结局了，我看谁燕子失恋了。